在 YouTube 的。那个是啥？在 YouTube。因为那些 YouTube 它不是一些。我以后慢慢就是那种国内的 vlogger。我们也可以当 YouTube。真的是要新的吗？哈哈。哈哈。Synthetic.